大家好，我是能量源。Explain Bear。我忍不住嘛。我其实当初这个节目来找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，对，因为我就觉得说不行啊，我怎么教你们，我怎么告诉你们，我要怎么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。但我现在真的很开心，我接了这个节目，因为我看到你们有我已经忘记了的那股热情。你们在舞台上，你就背负这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成就在舞台上你们。我觉得就是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展示自己，但是没把握住。没关系，好，我想我们也刚刚也听了一小段你的创作跟你的表演了，谢谢谢谢。我们任老师今天特别的激动，看了你们的表演。老师别哭，我刚刚真的从你们一出来，然后你们自己努力了很多，像你们给你们自己很多的 pose， 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，其实我就是一直回想到那天我在给你们上课的情景，我现在又很想哭了。你们一开始真的就是一群蜗牛，你们那时候都没有信心，你们慢慢修，就是你这是团体的默契，你们的眼中不能只看着自己。我那时候跟你们要求的，我觉得我今天都看到了，然后我非常的感动。我觉得正能量真的是可以成就一个团体的。